我哋突擊搜查咗一個位於元朗公鵪路68號一個私人屋苑嘅一個單位。行動中，我哋拘捕咗一名19歲姓杜嘅本地男子，以及檢獲大約1.3公斤嘅可卡因，市值大約120萬，一批嘅製毒工具，包括一啲器皿、匙羹、可再封膠袋、電子磅等等，以及現金4500元。另外亦有一啲嘅空氣清新劑，相信係用嚟掩飾製毒嘅時候發出嚟嘅氣味。警方相信，經過今次嘅行動，已經成功倒破咗一個以住宅作掩飾嘅一個製毒工場同埋販毒集團。